第36题，请问反应式中何者担任氧化剂的角色？那么这题的反应式是长成这样，这题没有办法用我们平常所教的得到的氧的叫做氧化，失去氧的叫做还原，然后从而判断谁是氧化剂跟还原剂。那么这题答案原来给的答案是 O2，那么这个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看到 O2，我们同学只能够直觉的想说，哦，氧就是让人家氧化的，所以呢，它就是氧化剂。但是呢，说不出一个清楚明白的道理来。要说出一个清楚明白的道理，必须要用到我们国三才会教到的所谓的得到氧的叫做还原，失去氧的叫做氧化。所以有氧化就会有还原，因为有得电子，就是有人会失电子，有人失电子就会有人得电子，那么还必须要知道我们在学化学式的时候所学到的价数，或者讲有学位点是氧化数的概念，我们才能够知道谁会得电子，谁会失电子。首先，我们看到 O2 这个氧的价数是零价，那么得到了我们的 CH2O 碳水化合物，或者是 H2O 水里面，我们的氧都是呢负二价，所以呢从零价变成负二价。表示它是要是得到电子的，它得到电子的反应呢，叫做所谓的还原反应。所以呢，氧发生了还原反应，所以它就是所谓的氧化剂。那氧化剂呢，就是本身是发生还原反应的。那同时我也看到了 CO2 这边 ，CO2 和碳这里呢，它这里是正四价。那么在碳水化合物这边，这边是零价，所以从正四价呢少电子变成零价呢，所以它也是要所谓的得到电子的，因此它也是发生所谓的还原反应，因此它也是我们的氧化剂，所以二氧化碳也是氧化剂。这里氧化剂有两个 O2 跟 CO2， 而我们看到我们的硫化氢，硫化氢里的硫呢是所谓的负四价。那么这边的硫呢是零价，那么从负四价变成零价，多电子变成没有多电子，表示它是要失去电子的，它失去电子表示它发生的是氧化反应，因此我们的硫化氢呢就是我们的还原剂，所以我们这里的还原剂呢是硫化氢。那么因此在第3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反应式中何者担任氧化剂的角色？如果我们要真正正确的写答案的话，有两个，一个是 B O2，一个是 C CO2。